有些人真是殿前失礼，行走蹦跳，仪态可笑啊！程小娘子嘴巴挺了得，那叫我看看这脚上功夫如何呀？小心被家族惹来天大祸事。 你想干什么？林将军，我自己做好。林子胜。 你这是何意？早听闻圣上以魏武公主觅得了岳氏驸马，驸马人品风流，乃是旷世少见之女，与武公主甚是。你敢笑话我？子胜，三公主与宣侯世子成婚时，未能及时恭贺，在此道一声迟来的恭喜。走吧。娘娘，你这是做何？为何不放手？ 五殿下不必惦记，少商他已经有亲事。哎，不争妻娃，却满都城中何人不知城楼翠卿之事？是啊，所以现在我可以娶她了。寻常家宴，不必如此拘束。陛下，此次你这是？ 臣请您代行长辈之职，向程四娘子提亲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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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